晚上好哦，谢谢威尔送的《我只喜欢你》。谢谢宽宽的真情告白，拜拜威尔送。Hello 小白。Hello，Hello， 晚安。Hello， 佳吉，嗨嗨，谢谢卡出的应援棒，谢谢小白的浪 Live 应援团。有听最新的吸血鬼吗？有啊。Hello。我今天用了不很久没有用的眼影，好像没有什么颜色。嗨，大家晚安。谢谢小姐的玫瑰，有眼影吗？蛮淡的，是因为灯光吗？灯光的问题。好亮哦！今天过得如何呢？今天吗？今天也是上学。觉得你素颜也不是问题，我素颜是个问题哦，就会这边会多一圈。今天学校如何？今天学校如何？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。谢谢嘉安的枫叶，谢谢玉安的玫瑰。今天是卡哇伊，今天也是卡哇伊，谢谢。对，大家素颜都是问题。上课没睡着吧？没有。但是快睡着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等他上完我再睡。才刚开始而已，可是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。你为什么要叼手套给我？你又要来砸我的台，他又要来砸我的台。猫猫啊，傲讲，早上刚吃饱就先睡一觉去了，就在叫，他在叫啊。周日还有握手会，对啊。叫我戴手上摸他，我可以不要戴啊，可以不要戴的摸他。谢谢爱玩的浪漫玫瑰。用马尾打他，今天也有马尾。酷奖的叫声很像在哭，酷奖。对，他的叫声很独特。阿姨，吃晚饭了吗？吃了。MC 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らなかったから中国語勉強しようかな。できる？できるかな？中国語難しいです。穿红色感觉口红比昨天浅色。嗯，好像是欸。我的手，腮红也看不太到。谢
是我有涂腮红。太红了衣服，我应该要拿个东西，这样看起来比较那个，看起来比较红。谢谢枫叶，嗨嗨。听说你一周就哭很久，没有啊，我没有哭很久，我下去我就停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下去才发现我还要念擅长的话。谢谢泽村的新之冠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新口红是什么的？新口红是什么的 ？Etude House PK 006。马尾造型的你好看，耶、yeah, ！谢谢。虽然我不太会绑马尾，大家都哭起来，大家都哭起来。今天是红色，对。其实我本来打算穿白色。是不是又想吃口红了？你会买不买新 iPhone 11吗？我也想换啊，可是我应该不太可能这么快换。两场都忍不住，谢谢威索的蓝色应援棒，谢谢浪漫玫瑰，好可怕！你不要把花瓶撞倒好吗？很可怕。挑好唇膏口味吗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水蜜桃的味道，应该吧。猫咪拆台，对，它一直在旁边乱冲，很可怕。因为它前几天就一直把我家的东西撞破，倒的倒，倒的倒，破的破。叫丽塔来陪他玩，而丽塔已经被他咬怕了，不想跟他玩。拆家真的，你有像的猫都这么好动？有吗？是不是只有我家的猫特别好动？谢谢枫叶，完蛋，还没吃完的柚子。陪陪九九，要怎么教他？他实在讲不太听。谢谢 Skyline 的告白气球，口红用什么色号 ？PK 006，是亮面的。我不喜欢雾面的口红。想跟安娜姐姐玩，幸我想跟安娜姐姐玩。ポッキーのチョコだけなくせるの？なくせます。できます。でも長い時間。PK 006，你们是要买口红是吗？不然就揍他几次就乖。可是我妈一直揍他，但是他还是不听话。特技。阿美さんが死んだって言ってた。見ました。見ました。谢谢浪漫玫瑰。
发生当下揍他有啊，我都拿水喷他，然后他就会跑掉。反抗期，我觉得他也叛逆期，他现在一定是叛逆期，他也不知道为何被揍。互相学习比较好，是吗？不会家里荷叶弄得很像垃圾场。叛逆期是学主的吗？不是啊。谢谢心之冠，谢谢粉笔。你家的柚子是有异香吗？你看，饱满的柚子，柚子好吃啊！你喜欢 IZONE 的谁？都蛮喜欢的都蛮喜欢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比起单推好像更多是就是整团一起推会消化不良，我有听说。选择障碍，哎呦，其实要选还是可以选出来啊，只是那个明确的排名没有，相对比较快乐。你有去看 IZONE 演唱会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记得那一天好像，好像没有。谢谢枫叶，彩燕喜欢吗？喜欢啊。我应该喜欢耶娜或那个幽静佑真跟易娜，然后日本成员的话应该是 Sakura 上跟是多米上，只剩5300的，新 MV 开始 wink 超亮，那个哭哭，我也喜欢，可是我比较喜欢他就是那个比较日系的造型。都是你的，谁都是你的，跟你一样。每次我们班问你们的事，就要每团整团介绍一下。累积你的，没有人跟你抢。不要学综合喵喵讲话。这礼拜天我找你握手。好啊。我一直很担心我的手，我今天剪了指甲。好吧，看不到。好吧，完全看不到我的指甲在哪里。其实算长的吧。其实你们要讲5分钟前，我们人超多，你要怎么介绍？谢谢浪漫玫瑰，没想到当天还。
卡哇伊耶！他一直在地震，他一直弄我的桌子。为什么那么亮？我干脆不要开灯好了。Hello， 北洋神灯，谢谢信伟的好多蓝色应援棒。信的晃动，对啊，他刚刚是这样的状态，重力加速度。想翻桌，我也觉得他想翻桌，他绝对是想要翻我桌。很可怕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噪音？就是他，就一直撞。他是不是需要看一下医生？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对什么东西有兴趣。我养的是犀牛，对啊，他会突然暴冲，真的是很可怕。Hello， 建成。你的勾勾有三耶，黄金的。一直在讲我还有做你们的介绍表，我们班有人问就给他看。他们会问什么？会怎么开头问？会叫你一起床吗？不会。目标是最高的勾勾，最高是什么？可能头很痒，对，他会一直撞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真的是猫吗？他其实是牛吧？彩色，彩色要到什么？怎么样才会变彩色？我妈说她昨天很开心，她昨天抢到很多浪花。连续一百场，好困难哦！你们现在几场了？你们有算吗？现在吃饭太嗨。谢谢红包。你昨天断钩了。谢谢，谢谢 Skyline 的红包。暑假断了一次就重来了，真的是断了一次就很可惜。目前是20刀，不用算他有记录。28哎，好难哦！你们都不会有哪一天突然忘记这样子。是只要进来就算，还是要进来大概5分钟才可以算？谢谢枫叶，挑战跟100次。谢谢吉米做的 Sweet Candy， 进场一分钟就有，会带领升血去。碧旅要带我升血去吗？一分钟，你晚餐吃什么？吃牛肉卷。类似抓饼的东西，你也断了。开学太忙了，这个红包不扣手续费，发500得500。没有没有，他是说他抢了很多包，所以有500。暑假段的，有件好像就可以，就算可以。我一直觉得我的口红没有颜色，是因为衣服的问题。加一加500，真的，很好啊。这样真的有发到500的话，不然有手续费的话，应该大家也不想要花500，花500被吃掉50之类的。
真的没有颜色，哇哦！看我的衣服多红就好。有听吗？有啊，翻拍呀。第一天出来的时候就看。什么时候、啊？好久以前的感觉。现在画嘴唇画面看起来很自然，是吗？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我觉得很白。听说口红吃起来很甜，是真的吗？有的口红吃起来苦苦的，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太重的，因为就是你一涂上去，然后你就会吃到口红的味道，不喜欢。可能又要吃面，不要不要再吃面了，没事，不要再吃那个。口能吃吗？口红可以吃啊，是不会有人直接咬口红。口红有好吃的吗？当然是没有好吃的啊，口红本来就不是吃的东西。巧克力口味，苦苦的，不是好不好？原来林毅很会跳韩风的舞蹈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口红好像有分能吃跟不能吃，其实口红应该都是可以吃的，因为你涂到嘴巴上一定是可以吃到的。喜欢无味，我也喜欢无味的。谁赞的口红没有味道，很好，很棒。有的口红有那种蜡笔味，我觉得超可怕，就不喜欢那种口红。再去舔一下，对啊，就是一定会吃到，所以不可能就是口红有毒吧？你一吃到厉害吗？不厉害。谢谢南平君的蓝色应援棒。不是你一下歌就开始跳，那是刚好他放的，我刚好知道这样子。吃过蜡笔没有？但是蜡笔很臭，蜡笔很臭，真的有那种口红是蜡笔味，但是现在的口红有很多那种。水果味很甜很香的那种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很好吃一样，但是你吃到了你就会觉得很可怕。谢谢枫叶，谢谢 Tets， 蜡笔真的无法，是不是吃过？因为小时候幼稚园总是会那个画画总是会叫你用蜡笔画，然后那时候手上就会很臭，就是都是那个蜡笔，就是那个味道。粉笔我是不知道，粉笔没有那么臭。口红是不是也叫唇膏？对啊，唇膏，对啊。尽量不要吃的，真的尽量不要吃。果香那种吃起来也是蜡笔味吗？不会吧，我这个吃起来是没有什么感觉。猫咪现在开发化妆品还要考虑好吃的需求，不会啊，真的没有人会去吃那个、啊。你做的介绍表不就是要跟他讲，看你要叫他们自己想办法，还是你要介绍？口红不是食物，对啊，口红不是食物啊，它本来就不是做来吃的东西。唇膏是护唇膏。口红跟唇膏其实是一样的，好像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还是多少会影响，有影响啊，那个口红的味道会影响到有人想买跟不想买。整条拿去啃，应该不会吧，因为不好吃啊。感觉林毅有瘦，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没有。其
其实没有。明天要，明天我们学校要量身高体重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长高，所以我好奇我的身高，拿身写出来就好了。比如这个有字的，那他要有每个人的身写字。好像也没胖过，你可以找以前的照片啊。以前脸好像再圆一点嘛，不能再高了。我记得我好像有，我最新的身高好像有到162，但是我不确定那是那一天比较高，还是真的有长高。量这体重，对啊。因为我们只有体重计，我们没有那个量身高的仪器，所以就只有量体重。162快被零超过，那一天比较高，不是啊？因为你们不会有那种就是健康检查的时候，然后你一年级，假如说你一年级161，然后突然二年级就变160，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缩水，就会觉得每天都不一样。你们的天花板是遗珍的。听说刚起床会比较高，是吗？放到头肿起来才会比较高。量体脂的机器吧，就是那种拍卖网上会有的那种便宜的体脂机。怎么会突然倒数？真的会倒数啊。越来越矮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驼背的问题。因为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站最直啊，所以就会比较矮。每次量都在说，所以我很久没有看到我的身高是往上的趋势。卡丘要死守160，我握手会是不是要把地板挖一个洞，这样我会比较矮一点。我不能穿高跟耶，这样我就太高，因为每次第一次看到我的就说哎、欸、原来林一这么高、哦、我就对啊，其实我很高。就很刚好。体重嘛，体重应该有增没减。你是矮子脸是吗？我觉得我的脸其实也没有感觉，也不会很矮啊，感觉我这个脸很矮，不会看起来脸很大。品涵是高脸，你是矮脸。品涵是高脸吗？品涵没有高脸啊。吓一跳，因为我穿了高跟鞋，就是有165吧，算高，真的算高。电箱给你们比较省，请都不能在我的握手列前放一个，看一个放一个箱子，然后看你们要不要站上去这样子。比例好也有可能，你矮脸，是矮脸，矮脸。对啊，我觉得栗子更可怕，栗子更高。栗子更高，对。但是他看起来应该，因为不是大家都说他跟那狗很像，那狗三很像，所以那个反差。感觉不会很高。雅恩跟彩杰的身高，彩杰也很高，彩杰跟佳丽都很高。谢谢黄宇的礼物。
韩寒完全矮一点的。其实雨林也真的长高很多耶。谢谢傅伟的麦克风。因为觉得雨喵很大只，林一很小只，原来相反，雨喵很小只，好不好？超小只，他就是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最年长的人。小迪跟品还长得很像，但是小迪高很多，小迪高很多，小迪真的很高，小迪跟我差不多，再高我一点点。作者是真的，雨喵真的是不到15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实际在哪，但是雨喵真的很小只，等比缩小。跟饮食有关系，个个都是大写的可爱。但他本来觉得比想象中更小，是吗？年龄跟身高是不是成反比？有可能哦。你看熊妹这么高，熊妹真的是高到一个爆炸。女生平均还高，因为我们很多很高的，最矮，对，最矮应该是林杰欣，现在。熊妹等于你，不是熊妹比我高很多，熊妹有170，你知道我那一天我们。mini concert 那一天在休息室看到他穿小橘的制服，我就哇，会不会太高了一点？超高，超高！你整整他整整比我们再多一个头，他穿的那个高跟鞋，就整整比我们再多一个头，就觉得熊妹你这样有180吗？就是超可怕，那个超高，很，而且他很瘦，所以看起来很长，就整个人哇，而且他感觉会撞到那个门。你知道吗？那个门，就是他走过去就感觉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真的超高。那杰星的腰，我觉得可能有哦。熊妹跟杰星有没有在同一步啊？你们可以观察一下。你应该还会长，应该不会吧？高中了。熊妹，对，熊妹真的身高超好，看我熊妹很有压力。对，大家快点去感受一下熊妹的身高。女团要站 C 就不能过高，对啊， C 位太高好像就会有种微妙的感觉。如果 C 位很高的话，旁边那两个人也要很高，这样看起来比较舒适，有没有？因为站最前面的人就会看起来比较大只啊，站最前面还最大只，那不就看起来后面的人都很小只？因为第一个人会这样看过去，所以假如说第一个人很高，你就会发现那个三角形是这样的，看起来很可怕，很可怕。那真的是巨星，我觉得是视觉。对啊，而且假如说 C 位超高，后面那个人就完全看不到。兔子，就是很微妙的感觉。目前为止 TP 的 C 都很高，蛮高的，蛮高的。可能因为那个吧，高跟鞋还是可以多多少少调整。是尖的，所以前天韩寒才站林一后面吗？有吗？是吗？二段小晴在你后面就不见了一样。看看诗雅，只是没有啊，因为你看勇往直前，雨晴是 C 位，然后旁边是小迪跟品涵，就是。高高低这样子，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很奇怪啊，应该没有吧？我觉得没有很奇怪。上节目还遮得住七七，还是算高？我有遮住七七吗？什么时候的节目？所以绿草地上面，我觉得不是那个原因。对，
七七长得一副高高脸，七七就是那种模特儿的感觉啊，所以刚好。故意压低，他怎么压低？要怎么压低？又不是选一对，是没错。比例好啊，我也觉得，就是看起来比较不会，看起来不会胖。往后站或微蹲吧。皇后在吗？上班加班是拜拜吧，小白，加油，加油！今天的比例感觉也很好，嗯，还好，他都快到时会用点技巧。你说看起来比较矮吗？会有人这样吗？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矮，有人会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矮吗？通常不是越拍越高也好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史努比？对啊，史努比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啊，不是生物，它就是个动物啊。怎么会讲到比例？也没有讲到比例，就是对，嗯，来喽来喽。握手会抱进来尬聊，小白尬聊起来。谢谢 Sweet Candy， 因为平常在中间不压低，画面不好看。拍成腿长，对啊，你看诗雨的 IG 那个腿真的都超长的，超长。你就看起来他应该有170的感觉。长颈鹿01。但实际虽然很矮，但是他的腿还是很长啊，他的腿比例还是很好啊。虽然他把他拍得很高，但是他其实比例也真的是蛮好的。嗯，但比例缩小，对，不是突然腿少了一截，没有，就是他就是缩小的感觉。都残了，所以拍起来比较高。那个摄影师都是这样拍。很少看到史努比的正脸都是侧脸，嗯，对，他就是一定要左边或右边。谢谢风风的心之腕。正面不好看，真的、哦，我也没有太大的印象对他的正面这样子。VR 技术需要 3D 版的史努比。他真的好像狐狸哦。佩佩猪也都侧脸，佩佩猪真的差太多了，差太多了。我觉得佩佩猪长得很可怕。狐狸，我说我家的猫的耳朵长得很像狐狸。喜欢史努比哪里？应该说为什么喜欢史努比？就是很可爱啊！你不觉得他笑起来很温柔吗？就是很看到会很开心，就是会有种。疗愈的感觉，疗愈的感觉。我们公司有一只史努比，就是它放在某个工作人员的位置上，然后每次经过就会想要摸它，就会想要摸它。疗愈史努比，对啊，这里有四只眼睛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跟看到灵异一样。就是经过，因为他是把它放在位置上，所以他就是挂在那边，然后经过就会想要摸它这样子。
我还想要随身携带这史努比，但是我家那只实在太大只了，实在没办法携带，所以就对，真心疗愈，真心疗愈。小新也很可爱，你等史努比，你不等史努比。真心疗愈，真心疗愈。我家是各种充满了史努比，它到哪都有，到哪都有史努比。最近有什么爱好吗？最近有什么爱好吗？都在史努比的联名球。谢谢 Case 的蓝色一元棒。最近有什么爱好？什么爱好？就是有什么爱好？没有什么特别爱。最近还蛮喜欢，就是听歌 ，KK Bus 的歌。就是没有把史努比当玩具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他没有把他当玩具过。要换小一点史努比随身携带，小一点史努比，对啊，就是其实也不用，变口型变角落生物，对，对握手会，除了剪指甲，有要特别准备什么吗？嗯，我个人是还没有想好，我个人还没有想好。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到底握手会是怎么个方式，是不是跟上次一模一样。涂指甲吗？涂指甲吗？我超不会涂指甲的，我又要叫我妈帮我涂指甲，不然就是很可怕。不然我现在涂啊，我一定会弄得很可怕。真的怕什么被抓他。谢谢建成的浪漫玫瑰，米娜要除是要除吗？请粉丝除毛，等一下九九又来撞饭，他现在在休眠，休眠模式。谢谢何恩的浪漫玫瑰，有吃的是柚子，还没吃完，有点多。谢谢真情告白，谢谢何恩。跟小晴一起双马尾吗？那你看他，因为他买好衣服了没有？我是不知道啊，但是他礼拜日没有买。小柚子的声音很好听。是粉刺，对，是粉刺。欺负表妹，欺负表妹，或者会变成美甲灰。我应该只会涂透明的吧？透明百搭，透明百搭。才会和柚子像粉刺。是吗？真的很像啊，他可以仔细看。你拉着他，他一定会双马尾。所以你是要我去说服他绑双马尾吗？我是觉得他是一个蛮愿意双马尾的人啊。透明的好看，透明的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啊，有亮片的那种。但是不知道冷不冷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但是上次超冷的，上次超冷，上次好像是一月多的时候，那个会场超冷，冷到爆炸，超冷。教主不愿意吧？教主明明就超愿意的，好不好？睡个口哈，今天的爬山也是红。谢谢浪漫玫瑰。这次也转凉了，对啊。但你们讲他就不要。
其实他超愿意。但是不是快崩溃？哪有，他自己练习的时候就很开心的绑双马尾啊。他练习的时候就要绑这样，嘿，双马尾。现在气温很低，应该，那你试试看。谢谢枫叶。其实他很喜欢绑双马，其实他喜欢绑双马。不敢面对大众，好，先提正。现在要休息，先挂听，好哦。给客人看没问题，给粉丝看就羞耻到快死掉概念。他是说他不会绑马尾啊，所以就不要期待马尾。他在等你救我。你会跟成员讨论我所会的服装吗？哦，我有跟刘晓琴讲啊，但是我礼拜日跟他去买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一直我们走遍了信义区，但是他没有找到他喜欢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买了没。最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不然你去夜市找，夜市应该也很多。然后我就回宜兰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最后买了什么。他是说他今天很有空，但是我是不知道他还买了没，看给男方看而已。看，我挖到了我的魔术方块，但是我完全忘记怎么转。高级店不买，买夜市。高级店也要看高级店的风格啊，因为我们去看了很多像是日本的品牌之类的什么的都看了，但是就是感觉有种不适合小型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太有点太成熟，就是不像他的个性，所以就没有，就是感觉走到哪就是雨晴跟阿奇的那种风格，所以就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就走很久。其实大家对他来说有点贵，我真的是觉得他其实不打完全不管那个价钱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那时候身上我只有2000多左右，然后那是买衣服的预算，然后他就是领了钱，但是他领了很多，所以我就为什么买个衣服你要领这么多钱？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可能他是为了握手会，所以想说偶尔花一下是可以的。不然他平常其实是真的是穿那种比较那个的，懂吗？平常就是穿比较，但是其实不会超过5000嘛。我是觉得我们成员应该没有人会穿超过5000的衣服，超过4000以下，3000以下。就是说哈，原来是小富婆，没有，其实他也很省的好不好？人家也是有省起来的。突然就没有那么成熟，对啊，可是西门町怎么说，怪人多，怪人多，所以就看他要不要去夜市找。夜市的话，像西门、什么师大、公馆那些比较学生的地方，会比较多年轻的衣服吧。好好陪你的王子。地图旁，你们常在西门遇到怪人，真的常在西门遇到怪人，所以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去西门。谢谢真情告白。感觉一个人站在西门町的，就是捷运站的出口，就会招来奇怪的人，所以我每次在西门只要一个人，我就一定会站在百货公司的中间。我一定会站在百货公司的中间，就感觉比较安全。我遇过林雨，因为其实我不常去啊，我不常去西门，因为我觉得西门人很多，我就不想去。小晴三天两头就跑西门，因为他除了西门，他不知道去哪里吧？那个买东西的话，5分很便宜。你说5分埔嘛？可是没有去过，所以不会想要自己去。太可爱，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搭讪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很想要回，所以我就会躲在那个 H&M 的里面，不然就是躲在 Uniqlo 里面这样子。反正就是找那种比较大型的衣服店这样子。讲到讲的话根本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无视都没有用哦，无视都没有用。卖比的乖，所以大家就不能好好乖。真的、啊、我真的觉得他们脸皮超厚的，就是就一下下就好了，就我就只是没听到，但大概讲了五次他才放弃。我就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心灵受创，你知道吗？讲个两三次就被人家无视，我一定会心灵受创。但是他们可以承受到五六次以上左右，我就觉得他们超厉害的。小林上次被当哑巴比较好笑，拒绝大声。可是他们都会说他们不是搭讪，他说我们就是只是要什么填个问卷什么的、啊、就是问个问题什么的，就不想回答。不想回答，完全不想回答。因为带经纪人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经纪人、啊、而且经纪人很累，所以不要没事不要找经纪人。还有问卷调查，就是他们会有各种的理由，然后请你们留下来，停下你的脚步跟他们说话。对，所以我第一次跟我妈去西门的时候，就是也是有遇到，然后她就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你只要回了她一句话，你就会一直被她就是绑在那边，然后一直被她问问题，所以就是很难脱离。你只要第一个没有走掉的话，你就脱离不了，所以第一个就要直接想办法能不理就不理。因为你就说你看得到，我觉得我没办法，我觉得我没办法。回他一句你就好，嗯，回他一句就跑不掉了，真的。直销卖美妆产品的超烦的，业绩压力我是不知道哎、欸。拍片那种也不是，可以想象日本人听不懂中文。我好像真的有做过这种事，跟。好像我跟米蕾一起去西门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一起出去，然后去西门，然后就有人要搭讪，我就跟他讲说你以后就被搭讪，你就跟他讲日文，你不要跟他讲中文，你就讲日文，你就这样比较好逃掉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抓着他，然后就一直跟那个人家找我们，然后就一直讲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就跑掉了，这样就很顺就跑掉了。记得对方日文潮流，我是没有遇到对方日文潮流这件事情，所以就我也是不知道啦。听问就我名字电话都乱填，名字还随便摆了一个很像日本人的，也是真的日本人，但是我怕他会回啊，因为他还是会中文的嘛。看来以后去台北参加你们的活动，你要小心。你要小心，要小心。你，因为你会感受到那个视线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一走就看到有人对到你，那个下，你就会有意识说他下一秒就是有种那种找到猎物的感觉。所以我看到对到眼，觉得感觉那个感觉就是那个的时候，我就绕远路，然后爆冲，然后就绕远路，然后就开始走。对到眼就不行，不行啊，不是不行，就是对到眼一看就觉得他就是那个会准备要走出来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我就会马上跑掉。有吗？你们没有遇过吗？就是你站在远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前方有一个，就是前方有一个人，然后就。他们会寻找人这样子，他们会找人，然后突然他看到了你之后，他就开始缓慢的走，然后绕圈子这样。你一看就知道他等一下就是要抓你，所以就是要跑，就是要想办法走人群，然后想办法摆脱掉。是啊，每天都找你弄保养品，谢谢。Hello， 汉荣。瞬间移动跑到你面前超强，
对，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。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种要发传单，然后就觉得他好像对到以后就转头就走另外一边，就是不想要。对，一眼就感觉他下一秒跑过来，真的很难。很低，不要看他们。声かけられたけど日本人でわかると話終わった。そう、すごいですよ。魔力转圈圈。对，想上的街都这么痛苦，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哦，这是每个人在路上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对，每个人一定都会经历过的问题。戴墨镜就对不到眼。我要把我弄得超像怪人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过来。对大人直接瞪他，瞪他是不会啊，但是我就是习惯了，我习惯了别人跟我讲话我会笑，所以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很好讲话。所以就很难摆脱，所以第一能不回我就不回。太大眼睛的，就空着问我要不要去垦丁，要去垦丁吗？如果是学生要做论文的那种问卷，你会填吗？学生的话，问卷的话多少会填啊，只是还是会看，就是看看那个就是。你就会想办法把它看透，就是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一脸无害的样子，一直想想看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样？”我就啊，谢谢这样子，然后就没办法，完全没办法摆脱掉，所以我就开始，我就开始滑手机，我就开始滑手机，看了三个小时。然后我直接大喊我不要，然后女朋友在后面就，那种感觉很好笑。聊到握手会，差点忘记倒垃圾，赶快冲出去掉，赶快冲出去倒。那个是天真的资料，最可爱，谢谢。但是我丁头套丝袜绝对没有人敢靠近。我有一次在夜市附近吧。然后我离开了夜市，然后在路上就有人说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可以买衣服吗？我真的以为他真的只是要问路的，然后我就回他，就是在那边附近有很多衣服店。然后他说你可以推荐我有什么样的男生的衣服吗？我就说啊，就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女生，我管什么男生有什么衣服，我说自己去那边找就好了。然后他说，所以你常去那边买衣服吗？我就说。想去那边买衣服啊，然后他就一直鬼打墙，我就觉得好烦，我就直接放弃，我就滑手机，我就他就这样，他就变成三个问题，我只回答一个，然后最后就直接放弃，完全是打算，我就完全不想，然后到后面他已经完全脱离那个衣服的问题，他就说，你这个装扮是 cosplay 吗？我说，我就只是很正常的穿着衣服，你知道吗？我又不是戴着假发什么的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话，我就觉得他超奇怪。然后我就走掉之后，我就一直回头，一直回头看他有没有真的放弃，我就一直回头确认他。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逻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听就觉得，他好像不是真的认真要问我那个问题，所以我就要这样子。有没有可以跟你要个 IG 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赶时间，然后就想办法跑掉。这个搭讪你觉得不行 ？Hello， 艾斯，一直回头，对啊。这个打发人真好用，搭讪比较多。真的，手机是个很好的发明。
你感受到人家要走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就对了，先拿起来就对了。有爱就可以直接给官方账号，给官方账号也很奇怪，好不好？他们就会说你们是做什么，所以我觉得绝对不会，就是给什么 IG 账号。我没有用 IG， 我没有用 LINE， 没有 FB， 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 SNS， 没有。对。可能大家讲没空，他直接接吧。那你就给他公司 IG， 问电话就给他公司电话，宣传一下公司电话。可愛いってなって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没有手机，手上拿的手机的，这是我妈的手机。给粉丝 IG， 给粉丝 IG 吗？给顺文的 IG。啊，那个其实我的专长是溜溜球这样子。有爱吗？没有，我就看他会不会生气，说他可能心里就 OS， 绝对有吧的感觉，一定会一定会 OS 啊。长相就不一样。嗯，不是，就说那个其实不是，那个照片不是我的照片，那是我偶像的照片，有没有？就直接拒绝说不方便给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通常都是直接能无视就无视，能说没有就没有。哎，是小天，不是，就是不知道我的名字啊，我哪会跟他讲我的名字？我教的。所以我说我不要，昨天看起来很可爱，继续去找。给他为了什么？谢谢婷婷的为你转身加五二零，阿三说就是他累就心疼努力吗？累就是，いいですね。给粉专 IG， 不要给了他们，然后就又要解释那个为什么要给那个 IG， 你也想起来就超麻烦，所以我是一个容易嫌麻烦的人，所以在我想到要做什么事之前，我会先跑过这个是解决方法的最快的解决方法吗之类的，不然就是这个选项等一下解决一定很麻烦，所以我就会在脑海先删掉，这样子，就是开始跑那个选项的结果这样子。昨日と今日レイジの配信が見れて嬉しい。あおちゃん、お疲れ様です。Share best wish。很实际的人。谢谢婷婷的水枪。biu biu biu， 谢谢婷婷的粉笔。很实际的人，你可以给我指甲油吗？透明。谢谢浪漫玫瑰，大胆伸手。你现在在哪里？然后边讲边聊。今天测完尾，对，今天测完尾，谢谢贵族玫瑰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大型粉刺？大型粉刺，遗落的粉刺。不麻烦的方案，对，解决方案就是不麻烦的方案。大型粉刺，对。遗落在桌上的大型粉刺，不知道，这其实是我的粉刺，对。天哪，那时候粉刺第一次看到粉刺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好笑，假的，不敢吃，一直看到大型粉刺。我说偷挤，我刚刚挤的，只是你们没有看。
大型粉刺。穿红的衣服好看，哎，那个完全看不到。现在还有一颗柚子都还不敢切，是怕吃不完吗？这么大，大概鼻孔这样，从这，那很像鼻涕，比较像鼻涕。Hello， 小妹 ，Hello， 小妹，小妹会计怎么样？有没有好好上课？记得速度真快。想吃林一的粉丝，原来是柚子，是柚子，柚子，对，刚刚那是柚子，没错。你有好好上课？怎么样？会计会了吗？我帮你写的那个有对吗？我是还蛮担心我有没有写对。太难了，真被你骗了。真的很像啊，不觉得吗？只是真的大小有点差太多。会计超烂，你教我好了，我会计不好。熊妹问我，我完全不会。应该不会啊，应该不会，好好笑。所以你还没有对答案的意思吗？还不够烂吗？小妹会计加油！小妹，你是学什么啊？你为什么要学会计？如果你有商概还是经济学的话，欢迎问我。会计没有很好，我会计没有很好，我会计其实没有很好。我觉得我好像涂太多了，对，我现在手上有一整坨的指甲油。好像涂的有点多，经济学也需要林一，经济学可以找我，我真的只会经济学，读同课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只知道熊妹那天在 mini concert 的后台，然后突然拿着会计学的考卷来找我，想说怎么突然要学会计，我突然忘记会计怎么写，突然开始对啊。其实完全看不到，顺同一个方向刷会比较好。可是啊，这种有亮片的真的很难涂，我真的觉得超难涂。开 pink， 熊妹上课会短线吗？你要问熊妹，我不知道。他那天给我的是什么？权益的算法，什么资产期初什么鬼的，亮亮亮亮很容易勾在一起。对啊，超难的，这个超难。我就干脆涂一只，然后发呆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很常就是一只，然后就崩坏。我实在不是很懂，我到底有没有成功？好像有点多哎，不会啊。后来各位学生都在写作业啊、我是一个没有写作业的学生，所以突然看到会计学，我有点紧张。好像是因为刚好那边没有人有学会计的样子，没有直播问粉丝答案都可以接受。你说问答案吗？问大家答案。一感激的你，一感激。除了亚当斯密，别忘了马歇尔。我真的只记得经济学是亚当斯，马歇尔是干嘛的？我真的是读一次忘记一次，所以对。毕业模拟考，对啊，其实 Google 应该都有答案，有的还是会有吧，但是有的不会有啊。明天要上三堂经济学。我先拿出来查，我查了那个公式，因为实在不是很懂，我是失忆耶。
抹布来帮忙涂，他怎么帮忙涂？这真的会干吗？我真的很怀疑他会干。乖做功课。我觉得我没办法顺利的在九点之前涂完十只手指头。明天三堂会计，为什么要一次上那么多同一种课？明天迎新有点头痛。指甲有颜色好好看，你们看得到颜色吗？它其实没有颜色。新下播了哎。是玩的歌 Eyes on 没关系，还有很久，你慢慢涂。我真的要听，为什么你们都是同一天什么迎新社团迎新？就继续看着可爱的你，这真的是我史上最困难的事情。一看就知道我是个不会涂指甲油的人。手超抖，其实我也很抖，我根本不是在涂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把它勾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抖一抖，抖一抖，道敏派的。现在猜拳就太会了，谢谢梁老师哦。我可以哦，我可以哦，我还是可以的。石头就有点。石头就很脏哎，怎么办？我这样是有涂好吗？怎么办啊？好难涂。哪里等待你？开始翘起来，开始翘起来啊！不会用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坨东西在上面？我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为什么会一直出？我每次它看起来很可怕。放弃，等我一下，先把这只弄掉。没有脚印，涂太多，是涂太多吗？我也不是很懂，所以我觉得，总而言之呢，食指好像有点糟糕，所以我要重新来。太难了啦，有亮片是件很难的事情。重新，大拇指到底可不可以啊？我觉得好像有点多，啊，没关系啊，先涂完再说。先是把它涂，对啊。虽然他帮我涂，我还是会弄坏。这样不是涂太多。来哦，大家，我要涂第二次。应该可以吧，应该可以吧，这应该没有很厚，其实你们根本看不到，太亮了。
对吧？我投到旁边去。有没有看到？它怎么这么亮啊？可以吗？虽然我觉得太好笑了。臭到磨掉，磨掉啊！这个磨掉吗？感觉变得粉粉的，没有啊，拍起来真的发 IG 这么难看还要发 IG， 我没有自信，突然一直怀疑自己，对啊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完全看不到给大家评分，嗯，好啊好啊，我是觉得应该会蛮可怕的，但是完全没有那个，完全没有亮片，欸，怎么办？我的亮片都去了哪里啊？太多了啊，好吧，就先这样吧，嗯，先这样吧，嗯，挑战两次，我觉得我右手一定没办法，你会发现握手会不会只有一只手有图案？我应该要叫柏林帮我做指甲的。王尚华没回答，这样你行的，相信你的修图技术。我把它修得像是超厉害这样子，我相信现在应该可以吧。给满分，柏林真的很厉害，我这里要叫他帮我涂。我一直分心是可以的吗？涂指甲油分心是可以的吗？啊！抖抖抖抖！对不起，我的手没有很稳。亮片。亮片一直不下来，涂指甲的那只手超僵硬，柏林的，对啊，他不是本来就是，嗯，怎么说呢？他本来就会涂吧。柏林很会啊，你没有看过他的 IG 吗？他会干掉那个，我一直把他盖子带着。怎么怎么怎么，我的小妞妞超丑。因为柏林只有低音，好像又要太厚了，没有吧？你看吧，我眼睛不是很好，眼睛现在眼睛不是好。现在 Yukilin 的小粉丝送的新之冠，看看。为什么要扎进去？我也不知道。ノリ、ノリじゃないです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あ、日本、
韓国語わかんないです。ネイル、ネイル。韩流，吃起来很好看。但是右手怎么办？大家，右手怎么办？大家告诉我右手该怎么办？啊，这样推谁？推ユジン。ネイルか、ネイルです。じゃあ苦手ですよ。怎么盖不上去？怎么盖不上去？哦，盖起来了，盖起来了。やべえ、等下再涂。等左手干了再涂。它会干吗？我觉得它应该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干吗？我觉得我涂到吗？为什么感觉好像有什么地方没有涂？我叫尔丽塔治，尔丽塔绝对也不会，好不好？可爱。就是来玩家给舅舅涂，他又没有指甲，他的指甲又没有地方给涂。人家涂指甲真的有这么难看吗？我涂指甲油真的很丑啊！吃掉指甲油会死掉。看起来超爱涂，我真的觉得纯色的比较好涂。虽然我纯色也涂不好，啊，弄起来，涂起来很像缺牙。干嘛嘞？干嘛吗？这就换手了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不是我看起来超有障碍的吗？啊！掉下来了！我涂上去吗？我涂上去吗？动作很僵硬，但是认真不会涂。啊！走开！去吃你的罐头去！阿飞翔应该超会涂，阿飞翔都涂那种就有颜色的。旁边，不要把我的，你现在满嘴都是鲔鱼的味道，真的装潢的很好。他那个有的是。去给人家做的，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先这样吧，还有三只，还有三只，但是越南也没有。究竟干了没了呢？我是还蛮担心的。干嘛？现在写帅的粉底，现在涂什么时候写？没有要写、啊，现在涂，然后礼拜六它就掉的差不多了。指甲变亮，它其实上面有亮片。谢谢风起云涌的玫瑰，谢谢少爷的粉笔，
以为那是黑色的，什么东西是黑色的？我练习用九九的妆，我练习画他的指甲吗？到底干了没？我很想，这是不是要再涂一层啊？透明的，这个，这个的话，这样就有一片一层亮片，很困难。要给九九用？不会，他就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画。要练习剪指甲的，上次流血有阴影，这是我妈。等一下。讲什么？クーちゃんはきっと喜ぶ。喜ばないですよ。干了之后才能涂透明。好累哦。好累哦。哦，涂了快哦三快三十分钟，涂了快三十分钟。指甲油好好难哦，这只尾鱼，这只尾鱼，啊啊！就是这种技术活，真的是技术活。剩一只，剩一只，剩一只，啊！手要抽筋了，手要抽筋了，手要抽筋了。他感觉很酸很硬，你说我的手吗？我的手是看起来蛮硬的，你不觉得我的手看起来超诡异的？我真的不是普通的有障碍，但是戴上一嘴也会超级，真的很难。我一直涂到外面去。最难吗？等一粘到头发。我好像都涂到外面去。你指甲油换的，做过光疗，光疗指甲好像比较厉害。啊，摸到了，这是一场战争，对，大家这是一场战争，不要每次尝试那个指甲油。我等一下再弄，好可怕，好可怕了。好，等待。
不会尝试。大家可以去做那个网络上都有那种美甲，有史努比的美甲。谢谢信文新之冠，出三秒就会粘住，但握手就会粘住，握手就会粘住。谢谢 Skyline 的掌声鼓励。都要完了吗？姑且是涂完了，但是有没有成功我是不知道。眼睛会偷藏，那会偷藏那个亮片呢，真的会偷藏。做美甲不会很怪吗？还是有人会做吧。对，我上次就是在等干的时候弄坏了它，所以我不能动我的手指。不用再买家的心头就被粘住了。要多久才会干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干了就是干。目前感觉是干了吧。明日眉毛のイベント行ってくるよ。いいな。干了是干了，但是我家好像没有单纯的透明的指甲油。谢谢偷偷喜欢你耶，布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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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尝试转转模式方块，低调。今日ユキリンと押してきたよ。いいな、握手会いいですね。终于下班了 ，Hello 萱萱。要去买饭了，现在才要买饭吗？谢谢金耀的 kiss 啾啾，动到手指，沾点去光水擦掉即可。那我以后就直接整个手指头就涂下去，再把它卸掉就好。这样的话好像比较方便嘛，这样比较快。才刚刚说，对。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玩魔术方块，所以不是很我现在已经开始很有障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懂，我懂。很久没有玩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说不定已经忘记为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现在在干嘛？边想边转边让他把视线聚焦在指甲上。等到九尾的魔术方块一定真的想下班。对，你们都说我拿魔术方块就是想下班，怎么办啊？我真的认真忘记怎么弄，而且我现在超有障碍。大家，我现在超有障碍。这样，然后往下啊，直接把手指插到管子里。玩玩应该就干了，我也觉得玩玩应该就干了。我现在看起来超有障碍，高难度的惩罚游戏。等一下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现在看起来超有障碍的，很缓慢。可以来玩大冒险书，跟我没有跟他玩大冒险，好不好？往上，往上，我等一下会不会抽筋？
那平衡怎么办？我觉得平衡可以调整。平衡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？抽筋听你叫，不会，我抽筋，我其实不讨厌，没有排斥抽筋这个东西。我现在看起来是有障碍的，对不对？手指好别扭，我也觉得我的手指看起来很别扭。然后呢？我现在要干嘛？嗯？我忘记要怎么转，等一下可以告诉我一下要怎么转。这时候用桥式好吗？因为我只会，我现在只记得桥式比较有自信啊。涂指甲、贴指甲不就好？贴甲，会烫是不是？不会烫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说到别扭，积分姐，积分姐，可是我忘记积分姐怎么记。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干嘛？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等一下。这样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上右右下左上，哎，我弄乱了，我弄乱了，等一下，弄乱的呢，就是重来啊。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很缓慢？等一下啊、哦，这播放真心的，哎，大家不要觉得我很慢，我真的是我尽力了，我太久没有玩，真的不会。然后呢？然后要怎么转？怎么办？这个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又忘记怎么转。我刚刚怎么转的？我刚刚怎么转的？嗯？我刚刚怎么转？我忘记了。下右右。我觉得我今天可能转不出来，怎么办？你们就要一直看着我，然后转到九点多。嗯，怎么办？我真认真失忆。好不容易，怎么办？大家，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不用下班了。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我的指甲了，怎么办？他那个公司是套用任何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我是不是转到别的公司去了？真的好难，大家一直看也没问题。你们真的不会觉得很那个吗？我尽力了，等我一下。
我不应该把它拿出来，我应该要先找回记忆再把它拿出来。可以看一整天，这样才是另一台。现在卡在哪里？先找一下题。我刚怎么转了？我刚怎么转了？我为什么忘记怎么转？我刚怎么转的？现在到这里。先往下来，先往下。我是，我是。今天把一个礼拜的份直播完成，我已经彻底忘记我的指甲到底好了没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到底哪里转错了？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为什么我在最后一个就是会转错？我已经快放弃了，人生好难。最后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木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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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右右下左上左下嘿。然后又转回去，要怎么转？啊，要怎么转回去啊？等我一下。上，右右。上右右下左上右右上右下左下啊！再次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终于，完全成功了！我终于成功了！耶！上右右下左上左下。你们一直听我讲的奇怪的公式，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哦，这我一直会转到别的地方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耶！找回我的记忆了。突然想起来，我转了15分钟了。居然有公式，有啊。有公式，然后呢？它应该干了，但是它有没有被我弄掉，我就不知道。下下左右左右 B A， I Q 一三，这不是 I Q 一三你好。但我刚都要背公式，其实没有背公式啊，就是转久了就会。我记得这个是我过年的时候学的，过年的时候学的魔术方块。谢谢谁？知道原理数学不好，我也不知道它的原理啊，反正就是转久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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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建成的真情告白，你学霸不是学霸。不知道怎么念出来，对，不知道怎么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念出来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失忆，因为林一学的魔方，因为我学魔方吗？对啊，我也是为了觉得他很厉害，我才学魔方。
我一开始没有觉得我学得起来，但是我花了一个晚上凌晨我把它学起来。谢谢 Skyline 的新阶段，谢谢建成的粉笔。我在除夕的晚上从12点转到下来，转到了4点，然后才学会，我就学会模仿。谢谢 Sweet Candy， 谢谢建成。公司都忘了，公司真的会忘记。你看我刚刚一直鬼打墙，我刚刚就是某个地方就是一直转到不知道是转去哪里。谢谢玫浪漫玫瑰。对，一晚学会那个就是超好笑，就是先看人家影片，然后跟人家转，然后发现为什么一直转错，就要一直重来，然后就会很生气，然后就说啊，我终于搞懂那个。到了第二层的时候，哇，我终于到第二层了。然后转到第三层的时候又转错，就只好再从头开始转。所以你就一直转，我就转了4个小时。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。谢谢。每个位置一个公尺，对啊。很有毅力，因为我很想学会魔术方块，不觉得会魔术方块很厉害，所以就看那时候班上就很流行转魔术方块，但是我不会转，所以就哇，到底怎么转的？但是很厉害，所以就想学，然后就学了。虽然我没办法很快的转好，因为我一开始学基本式，然后我再去学桥式。桥式对我来讲，我桥式比较快，基本式比较慢。可能公式太多，然后那个手不够快，还是我哪个步骤会做太多次，所以就有点慢。跟被日本都道府县一样厉害，我已经忘记哪个了。北海道、青森、岩手、宮城、然后就忘记了，记不起来。我跟谁是改期？你说你闻到很臭的味道，我也有闻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的大便。对老人不行很辛苦，从八月开学，会了基本解跟桥式，来去看一下魔方的影片好了。30秒，桥式快2分钟。为什么桥式比较慢？基本解很，还是基本解的哪个地方我没有剪辑？主播晚上好 ，Hello 妹爽，看我涂了指甲油，好吗？看不到，下班。对，然后我刚刚找回我的记忆了，所以我不要再碰它，大概再过个2个月再找它出来玩。恭喜下班。要转中间那层你不习惯？你说转中间那层，我很喜欢转中间那层。你不觉得这样转很开心吗？感谢鲁双支持01寸，半山好听。Hello， 小力有已推。拜拜，信。我分还是你的特系，不是，真的退步了。嗨，茄子，嗨，茄子。嗨，茄子。茄子。啊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茄子他们。嗨，谢谢坤坤的新资料。不是有人的他叫做茄子，茄子，可是他后面写茄子的亲友，究竟是茄子的亲友还是真的茄子？你好，你好。
我妈表示冷气有怪味道。啊操！有酷酷奖的味道。壁虎的尸体。壁虎的尸体怎么跟酷酷奖的大饼一样臭？茄子的亲友还是茄子，真的，茄子的亲友还是茄子，所以还是茄子。原则呢？哈哈，那叫茄子的亲友好，茄子的亲友好。跟我讲的味道不会进去冷气。怎么有点道理？对啊，茄子的亲友还是茄子，都是茄子。干掉的壁虎好像是一种药材，你说那个叫做冬虫夏草是吗？不知道。就像萝卜的亲友还是萝卜，林一的亲友还是林一，有很多林一。不是吧？那是什么？哎，冬虫夏草是树，植物里面会有虫跑出来是吗？我觉得乐的即兴舞蹈挑战 ，omoidashita， 突然思いました，思い出した。真菌，可是冬虫夏草是植物，真的、哦，它看起来真的是虫。一种菌吧。接下来正在上班中，加油，加油，玉祥。虫死了之后长菌，从他尸体里面爬出来的菌。您的粉丝还是粉丝，您的粉丝还是粉丝，粉丝的亲友还是粉丝。终于要下班了。终于要下班了，终于要下班了。两边跳来跳去，不知道看谁，选看谁直播。10:30才下班，在全联上班啊！全联不是11:00结束吗？最近有日番在联络你，问林一的事，考验日文，我也想学日文。心爱新手是肉肉教的，其实这样真的有像爱心吗？我觉得这样比较像爱心。10:30的，我家猫咪靠着我牛奶就是不睡觉，累极哈多。可爱哟，可爱，可爱哟。直接变成爱心，我的。我想要有酒窝，可是我没有。谢谢托托尼。
柳松今天跟帅哥去约会，去猫咪咖啡厅吗？还是我听错了？可是猫都在睡，你是找到他们睡午觉的时间去，还是他们整天都在睡？因为你们去睡，他们睡觉，他们吃饱睡。谢谢轩轩的 kiss 啾啾，下班了，爱做。我们来听别的歌，最后一首。最后一首要听什么歌？猫咪睡觉也很可爱，很可爱啊！猫咪睡觉就可以骚扰它，猫咪睡觉就可以骚扰它。我的脸还是肉多，对啊，我这脸就是瘦不下来。谢谢何恩的新之冠，骚扰母汤，骚扰它，对，它睡着就是要骚扰它。小心被咬 ，Vampire。鲁松去之前，我们你先去猫咖唱歌给他们听，信伟唱歌吗？我很小颗。刚才有刚刚被狗咬了，为什么？趁听你的 K-Van， 你的道具。有练没有？没有练，没有练，完全不会。MV 的鸭小虎这个吗？其实那个可以装不上，装假的上去。这个有极大的心理阴影，想看你一条，不会，哈哈，不会。指甲涂完了，大概，大概涂完了。没有声音，好，好吧，没有声音。希望你能装上，然后咬一口。有那个感觉就超难咬的，好不好？就很卡脸，就不敢咬你。跟九九借牙齿，请他借我牙齿。谢谢 kiss 啾啾。是因为你们这样看，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到底长怎样。但其实他还蛮凹凸不平的。说想看你跳舞会不会？你我怎么跳舞？我握手怎么跳舞？你们可以都站在外面，然后不要握手的话，这样我就可以跳了。这粉红粉红的，哪有？它是透明的。摸甲会。那人都不去吗？站在后面，只是这次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站在后面，要站外面看，不知道可以站着看跳。
我什么时候可以跳国标舞？前面有桌子，要怎么跳国标？耶，结束了。那我要先念排名，直接双人舞。你们可以在外面跳，在外面跳，在外面跳。在外面跳，四五六七八九，今天的第十名是珊珊，谢谢珊珊。不能要求你们做我所以外的事，也是，应该吧。第十名是珊珊，第九名是建成，谢谢建成。你们可以在外面跳啊。第八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耶。第七名是坤坤，谢谢坤坤，谢谢坤坤。第六名是阿 Kira， 谢谢阿 Kira， 谢谢阿 Kira。第五名是婷婷，谢谢婷婷。真的很喜欢叫你们在外面做什么？没有。第四名是小白，谢谢小白。小白还在上班。耶、小白尬起来。第三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， 谢谢 Wilson。 第二名是 Skyline， 谢谢 Skyline， 谢谢 Skyline。 第一名是芳芳，谢谢芳芳，谢谢 Rich。 谢谢谢谢大家来看直播，哎，谢谢阿给的新之冠，新之冠，晚安，谢谢彩虹送的新之冠，彩虹，没有没有彩虹，陪你们两个小时，谢谢今天的新之冠，嘟噜噜噜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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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去看经济学，加油！找到彩虹的各种衣服，我有彩虹的袜子，一双而已，只是你们没有看过。嘟嘟嘟嘟，我有彩虹的围巾，耶！谢谢博翰的新之冠，握手会见，握手会见，握手会见。礼拜五见，握手会见，拜拜。拜拜。